任何品牌硅油丝的材质肯定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如果说谁厚实一些呢，肯定是欧了，毕竟它的 SI143件套口碑还是很不错的。不要认为硅油丝磕碰爱断了，这种说法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。哪怕你磕碰了表，一般来说硅油丝也很少断过，只是硅油丝的寿命会比金属的油丝低。因为硅材质的阳盛末亮了，随温度变化了，所以纯单晶硅油丝呢一定会一直变慢。只有做氧化处理，生成一层二氧化硅在表面，依靠二氧化硅的相反的温变效果呢来补偿这个变慢。只是这个二氧化硅呢毕竟只是在表面，时间久了会氧化，到时候硅油丝的误差呢不是受此影响，而是受温度影响。所以不是爱会变质，是爱会消失。